哇塞，有垃圾耶，怎么搞的？水准太差了吧？上次超夸张，然后垃圾一大堆。哦，地板上次车票整个都是，整个楼梯口都是那个车票，那太夸张了。现在还好有改善了。这里又有一个垃圾。这里也有一个，哇！有些人水准太差了吧？我只是把垃圾丢楼梯口，真的耶。